13号台风鸳鸯。9月6日上午8点，中心位置在北纬 25.9 度，东经133度，日本九州东南800公里海域，中心气压995百帕，中心时速65公里，风力8级，轻度台风，最大风速每秒20公尺，瞬间最大阵风每秒28公尺，阵风9级，以时速24公里向北北东朝向日本移动，七级风暴风半径80公里。未来趋势，鸳鸯未来三天内沿太平洋高压西边，以时速21公里的速度向东北继续朝日本东京移动，未来24小时内系统结构略有集中，预计两天内将达到巅峰值，时速100公里。至于是否会登陆日本，就要看太平洋高压强弱来决定。欢迎点赞、评论、关注台湾独具千金。